接着我们要上的东西叫月球，还有月相盈亏。先讲的是月球，月球的一些概述，这个部分比较不重要，因为很多现在都不教了，也不太有机会考。第一个，月球是地球的卫星，我们讲过了，卫星会绕行星公转，所以地球月球会绕着地球转，但是它也会绕太阳，所以月球一方面绕地球，也一方面会绕太阳，那样绕太阳。好，月球哪来的？不知道。有几个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说是很久以前有个东西炸到地球，喷出一块，它就变成了月球。有人认为说它是跟地球同时间形成的，有人认为说是有一个流浪汉从地球旁边跑过，被地球抓住，然后呢就变成月球。所以有不同的讲法，每个讲法都有一点道理，但是都有一些缺陷。所以目前我们不晓得月球到底是哪蹦来的啊，哪蹦来的，目前还不能确定从哪边蹦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了，岩石圈以前是讲的是组成天然产出组成地壳的物质，但是美国人跑到月球搬回月球岩石之后，我也把月球岩石列到岩石圈的研究班，就我们之前提过。好，那月球大概有45亿年的历史，然后它表面呢有很多坑坑巴巴，因为它没有大气，然后呢被东西扎扎撞撞撞，所以留下很多坑洞，陨石坑，陨石坑。好，这里就是以前的重点，那现在不太会考，就是你看到月球一个亮亮的部分，一个白白亮亮的部分，那个白白亮亮的部分是高地，它主要是白色的长石所构成，所以它比较会反光，所以看起来会比较亮一点，叫白色的长石构成的高地。然后呢，它年龄比较老，所以上面的坑洞会比较多，被扎的比较多，所以坑洞会比较多一点。另外有些看起来黑黑暗暗的部分，阴影的部分，那个叫做海，把它叫做海，是因为它比较平坦，因为它是陨石撞下来，岩浆喷出来铺平，所以它比较平坦，所以把它叫做海。可是它没有水，没有水，因为它是后来才形成的，所以它坑洞比较少，年纪比较轻。什么岩浆呢？玄武岩，玄武岩，所以看起来颜色比较深一点，深一点。所以呢，比较平行的部分呢，就是所谓的海，它是由玄武岩构成，然后坑洞比较少，年纪呢比较轻，年纪比较轻。好，所以呢就有这个故事啊。那个影像，黑黑的影像，就我就想象啊，有人在砍树啊，吴刚伐桂啊，有个兔在那咚咚咚咚咚咚咚啊，这叫玉兔捣药，兔子有点像啊。耳朵嘛，哦，那样有点像，不是，刚刚刚不是有个玉兔捣药啊，吴刚伐桂的故事，反正就是接近阴影的关系，是有些神话故事哈，有神话故事，因为影像关系。刚讲过的黑黑就是所谓的海，亮亮就是所谓的高地，亮亮就是所谓的高地 ，OK， 好，月球是一个史级的星球。不同的学科的人说月球死寂的原因不一样，生物学家说月球死寂，因为月球上没有生物，物理学家说月球死寂，因为月球没有空气可以传声，所以你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地科说月球死寂是月球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地质活动，我们前面教过了，它只有物理风化，没有化学风化，它也没有板块运动、挤压什么之类的都没有，所以它没有什么地质活动，所以呢，我们说它地科说它是一个死寂的星球，啊，死寂星球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，好，这里有个涂威正老师的动画，这个动画呢你就看看，但是里面有几个名词我们未来会用到，你要会，你要先知道。好，46亿年前有一个蓝色的巨星，我们可爱的地球诞生了。那它还有个伙伴，起源不知道，金子说、上级说、琥珀说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月球上面的数字都不用背，有多大颗、多小颗都不用管它。
好。但这个要会，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叫白道，地球的波浪轨道叫黄道，是为了会消你要会，然后还有个五度的夹角，这个也是为了会消你也要会。这三段话你要会，要记得。你们练过这课吗？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那千古名句哈，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词的时候，因为那个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我以为他是写给女朋友的，发现不是，他写他老弟的，真是误会大，真是误会大，口误会大，多人家庭，反正就是这样。所以刚才。那个动画里面就是你要记得白道面、黄道面跟有个五度的夹角，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用到的东西。OK， 那么概述就到此结束，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很好。